大家好啊，大龙现在在这个河南省商丘市永城，这边也是个县级市，这也是国家五A景区啊，芒砀山旅游景区。我今天呢在这个芒砀山呢吃午饭，哇，这大声音啊，看看咱们景区，在这个芒砀山景区附近吃饭是多少钱啊？咱们就去对面这个羊汤吧，喝碗羊汤。啊，喝碗羊汤，看看喝碗羊汤多少钱。汤的价，哎，老板，老板，这小碗的是多大一碗呢？小碗一米小碗。多大小碗？大概？啊、大概多大小碗？也够喝，就是肉少一点。肉少一点，那给我来中碗吧。一碗是吧？啊，对。先喝。嗯，来个中碗。有饼是吧？有饼，一块钱一碗。哎，好。20，中碗，挺好吧？挺大。这些辣椒，可以。我先尝尝这个咸蛋，肉挺多呀。哇，是大。这个叫啥？嗯，这位，这个饼，这么大一张，1块钱一张，来拿一下。酱水，羊肉汤，它这分三种价格，15、20和30。啊，这是大中小碗。不错，这挺好吃。